人民文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幂。人民文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俊。首先他有非常大的责任，就像那句说涂山我照的，敢说出这句话是因为他要有能力。因为月初大家都知道他话痨嘛，然后每天嘴特别碎，叭叭叭叭的那小嘴儿。我觉得爱会让人长出骨血，真情可以抵挡万难，要勇敢的去帮他们去打破这些隔阂。真的努力了以后，一定会收获的东西不是你眼前看得到的那些。谢谢。说得太好了。这世上总会有一个人山高路远，为情而来，护情周全。我觉得这部戏涂山红红在涂山，首先他有非常大的责任，就像那句说涂山我照的，涂山我照的，懂。敢说出这句话是因为他要有能力，他不是有一个成长线的人，所以呢可能对于他来说更多的是不是往自己身上加东西，而是去舍弃掉一些东西，就他会舍弃掉自己的私人的情感，然后他会有很多的隐忍在里面，他自己受再多的伤也不会让大家知道。我觉得这个是这个角色在这部戏中所完成的职责。因为月初大家都知道他话痨嘛，然后每天嘴特别碎，叭叭叭叭的那小嘴儿，我天，他是从小孩长大成为青年，然后再到一个成人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角色前期他是非常可爱的，然后有很热血的，然后到了后期呢，然后咱俩为了共同的使命啊，不得已有的时候要分开，所以呢做了一些自己的抉择啊。大家能看到吧，我们俩角色去区别还是有点大的，但是在里面的这个矛盾冲突啊，或者是这个剧情的这个设定啊，也都有戏剧的张力啊。我觉得月初对于红红来说是有执着，然后勇敢，成长。我觉得红红对于月初来说，他在涂山他是一个武力值 max 的存在啊，武力值 max， 对，大姐大。还有一个是非常坚定我们心中两人心中共同的一个目标，后期会牺牲很多，两人愿意去牺牲的这么一个角色啊，有担当的这么一个角色。蜜姐在咱们小红娘里面哈，她演的首先是一个大姐大。刚进组的时候哈，我觉得蜜姐可能是不是有点高冷啊，但其实接触下来有不一样的一面。蜜姐私下还是会分享一些自己的一些，比如说美食啊，还是会互开玩笑，说一些搞笑的一些事情。我觉得龚老师是在可能月初成长到中后期的时候，可能会更贴近他本人的性格的时候，我会觉得那个时候他会很舒适。因为他变成盟主之后，这个跟前期区分还是挺大，所以我说那个割裂感。因为他这个角色对于我之前演过的一些角色来说确实太活泼了，而且他是个二次元改的。前期的时候呢，蜜姐还给我提一些比较可爱的一些设定啊，给我一些建议，就希望你可以蹲着啊，这个做一些可爱的，是比较符合人物角色的一些设定，我觉得还是挺受用的。我们的服装上面还有发型上都会有很多的非遗元素，我们拍戏的时候也会很注意，是，然后以至于我头上的一些绒花，那个时候有狐狸尾巴，然后我们俩在做一些比较亲密的动作的时候，头发会绕在一起。他的衣服上会有一些，就到后期会有一些比较华丽的服饰，尖起来，你知道吗？帽尖儿，红红可能想要靠上去，你的贵衣服扎到贵衣服扎到我了，就类似于这种，是有些苏绣。这都是一种很好的传承啊，让大家也能看到咱们中国的一些传统的手艺能够传承下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展示舞台。我们设定是人族和妖族，它里面就有一定的这个隔阂，很多对情侣它都是他必须得打破这层芥蒂，然后呢去勇敢的去表达自己心中爱的这个想法。咱俩的任务呢，就是除了咱们的主线任务还有支线任务啊，去帮这些 CP 们啊
把他们的这个自己身上的这些爱哈，要勇敢的去帮他们去打破这些隔阂。关于人族和妖族他们之间的关系的理解是，我觉得爱会让人长出骨血，然后真情可以抵挡万难。很多事情我们看起来觉得它很难，它有隔阂，但是如果你足够坚定，想要得到，想要的话，你不会觉得那些东西是困难，反而你会变得加倍的勇敢。首先我们没有一个界定说怎么叫非常努力了，还有我们有没有办法界定说什么叫做成功，所以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回去回溯的是过程里面我们收获了什么，以及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做得更好，而不是自洽说我努力了但没有成功，没有成功，对，这只会让你自己心里舒服一点，你下次遇到同样的事情，嗯，还可以用这句话自洽，但你可能还做不好。真的努力了以后，一定会收获的东西不是你眼前看得到的那些。其实我非常认同你说的，我刚才一直在有些坎儿在你当下你会觉得是个坎儿，但是迈过去也不会觉得，但过了几年你回头看那都不算什么事儿其实。但是呢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是努力了，哪怕我觉得在当下那个节点看起来不成功的一些结果，但是你在过程中能有所收获，比如说哈，在表演这条路上学习到一些经验，能够积累到一些经验可能在当下你的诠释的表演对于我来说没有那么完美可能有些观众会觉得不太认可你的这个表演方式或者角色，但是冷暖自知吧，自己知道在这个过程中收获了也努力了那这就够了，问心无愧吧，做到。我特别想演一个变态杀手，我就很没体验过，我想演试一下反派，因为演员嘛要尝试一下不同的这个感受，对吧？因为演的都是一些偏可爱的就是能量满满帅气的呀，帅气的呀，能量满满的角色，对，破掉这些框架，都想试试。因为我今年这个年纪嘛，所以我觉得说就算你给我10年前演过的角色，我未必有10年前演得好，对于我来说。所以我觉得人在成长，你对于生活，对于人跟人的关系，对于世界的理解每天都在发生变化，你在有了这些认知和新的维度的理解了以后，你会觉得说哦，原来人还可以这样，那同样的角色放到今天，我对他的理解一定是跟以前不一样的。所以对于我来说，并不是说我要排斥或者是我希望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而是我能把它演成什么样的这样一个角色。有看到大家对我这个一些对于角色上面的肯定，我也很开心吧，也很欣慰，当然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声音吧，但是我觉得演员听到这些声音，我觉得也不一定要全部排斥，因为对于演员塑造角色来说是好事。而且呢，我觉得演员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到了这个阅历，对于塑造角色来说也是有一定的帮助。每年看到的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风景，不一样的文化，都会给你对这个世界观树立一些新的认知，所以这对于演员来说是一种好事。我刚刚其实在听他聊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你的问题，就是扎心和开心这两个词，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一些词的时候我会觉得它扎心，我为什么会觉得开心，是因为我的预期是什么，有没有与我的付出成正比，就是你是不是真的问心无愧到真的就是这么好，或者是真的这么不好的时候怎么样才算好，我觉得这个是我要思考的问题。其实评论都会看，我俩都挺喜欢冲浪的，并不是说大家的批评或者是表扬会让我短暂的开心或者不开心这样的问题，而是我会想要说，考虑到我自己，映射到我自己内心是我期待什么样的答案，为什么我会期待这样的答案，还有我自己哪儿做的不好还是好，我是在抱有侥幸心理，觉得说为什么
应该这样而不是那样。对，我会深夜自问自答，会跟自己聊这些东西。所以开心也好，不开心也好，扎心也好，褒奖也罢，我觉得都是一些我们散发给世界，世界反馈给我们的一些答案和一些你的影子而已。就是你从中看这些评论的时候，就好像照镜子一样，看到你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对，其实这我觉得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这是一个成正比的一个事情吧。因为比如说哈，我也有自己偶像，也能从他们身上看到一些非常励志的影子啊，能从他们身上听到不一样的故事，其实也能反哺到我，也能激励我。然后呢，我也能激励喜欢我的人，这是一件非常令人开心的事情吧。这是一种互相的鼓励吧，让大家都能成为更好的人，这是一种非常正向的一种成长啊。首先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艺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他的社会影响力以及他的责任感。就是我们在做什么，其实不是代表我在做什么，而是别人会看到，可能会模仿你，会学你在做什么。这是我觉得当代的艺人非常需要注意的一点吧。那对于我来说，我是希望大家不管是看我的剧也好，不看我的剧也好，其实我不喜欢把他们称为粉丝，我觉得我们是一起成长的朋友。那我觉得如果哪天有空了想看了就看看，有空想买了再买，需要再买，就不花无谓的钱。有工资了给自己花，给家里人花，多关注自己的身体，不用管那些网上所谓的有的没的的东西。那不应该因为这些事情影响到你，影响到我，影响到我们。世界很美好，大家不要只看那些阴影，面向太阳，然后一起正能量。对，你就说我这角色到底还不还原吧。